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温州市，现在是下午2:33。温州市，简称温或欧，是浙江省地级市，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，全市共辖四个市辖区、五个县，代管三个县级市，陆地面积12110平方公里，海域面积8649平方公里。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温州市常住人口为9572903人。温州地处中国华东地区，浙江东南部，瓯江下游南岸，东滨东海，南皮福建省，西及西北部与丽水相连，北和东北部与台州接壤，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区27城之一，中国数学家的摇篮，中国南戏的故乡，中国海鲜鸡蛋之乡，中国鞋都。温州人被国人称之为东方犹太人。温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。温州古为欧地，也称东欧，公元323年建郡，为永嘉郡。传说建郡城时有白鹿衔花绕城一周，故名鹿城。唐朝时史称温州，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建城历史。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以南有吴川，北有温州，享誉全国，是我国14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。2017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排37位。2018年12月，温州入选2018中国大陆最佳地级城市30强。2019年，地区生产总值从2014年的4351亿元提升到6606亿元，总量迈进全国城市30强。2020年，温州市实现生产总值6870.9亿元，同比增长3.4%。2021年，入选2021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名单，排27名。刚才提到温州人被国人称之为东方犹太人，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温州地理并没太大优势，是个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海的穷乡僻壤。因为温州人多地少，为了有更好的生活，温州人开拓出了一条致富道路。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，温州人不再满足本土，开始向外发展事业，从而打造出一片新天地。温州人基本在外经商，据有关统计，海外的温州商人已经超过250万。在迪拜，温州人开的一家商场每年光收租就达到68亿人民币。温州人在非洲的城志平购买了900万左右的森林开采权，儿子让平赢得加蓬总统竞选。在意大利，有个经典笑话，佛罗伦萨广场上的广告牌跌落砸伤3个人，肯定都是温州人。由此可见，温州人的经商范围之广。温州人理财观念有些与众不同，常有不按常理出牌的，因此也取得了些出人意料的收获。服装、变压器、制笔、印刷品、锁具等都名扬国内外，中国鞋王、笔王、锁王比比皆是。有部电视剧叫做《温州一家人》，其中深刻体现了温州人创业精神。温州人有钱不是偶然的，靠的是团结、勤劳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。温州人会做生意，事情看得准、看得远，头脑灵活，会算账赚钱。温州人交朋友为人处事时十分大方爽朗，不计较，但做生意时非常精明。温州人对读书的执念并不深，习惯把生意经当课堂上了。温州人比较务实，喜欢看得到的利益，喜欢的是实际的增益效应，吃苦耐劳，敢为天下先，抱团经营，诚信天下等商业品质都是温州人纵横商界的法宝。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抱团经营，可能由于温州话比较难听懂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温州人碰到老乡肯定会相谈甚欢，不管是直接往来还是推荐生意，或多或少的占据优势。温州商人之间互相扶持，成立的温州商会更是遍及五湖四海。虽然温州炒房团令人闻之色变，但是温州人的经商理念却是深入骨髓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海外的先进思念观念带入国内沿海地区，创业经商就是这批人带动了早期沿海经济的发展。有了经商观念，对打工就没那么执念，而且中国的制造业大多在沿海，就很容易形成产业链。比如一个温州人开服装厂，需要纸箱、包装袋、拉链、外包一些手工等，都会先照顾亲戚朋友，如此一来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相关的产业的发展。温州的模式是一根扁担走天下，然后再开厂，再同本族同乡合伙扩大，再炒地皮、炒房产，都离不开家族式经营的本质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老一辈的温州人更加重视教育，他们知道打江山不易，保江山更难，
先培养好自己的孩子，沿袭家族传统，就算是以后出去打工了，也能有更好的职业发展。温州人不只是商人，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精英翘楚，既有苏步青、古超豪、姜立夫、姜伯驹、陆善振等近百位数学大师，也有郑振铎、叶永烈等知名作家。在体坛和娱乐圈，有朱启南、陈学冬、汤唯、周韵、陶慧敏、白雪等明星。您觉得温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
新老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。